汪当当小一点小。对啊，我就跟你妹妹讲，我说，可是身高体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。脸也比较小，对不对？对。没关系。你看，妈妈来了，你看，她就动给你看。没关系，脸小不代表以后头还是很小。我一直很好奇她的脚。嗯，以前王雨欣腿看起来好长，还是她这个龙？比较小，我不知道，这盒子比较小。可是他额头好像没有雨婷凸哎。哦，雨婷好像比较凸哎。是吗？嗯。对啊，那里面有。真的、啊，真的、啊。贴两张放在那个脸书上比较好。